哦，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！哦，哎，开不到，完蛋，完蛋！哎呦，嘿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恐怖游戏频道 2.0。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恐怒游戏是《The Hospital》，翻译成中文叫做《医院》。那么这款恐怖游戏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来的，可能是发生在医院的一些恐怖事件，还是一些尸体会动，我也不知道。好吧，我们马上开始游戏吧。OK， 医院的床，我们直接出去了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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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谁来了？那个？哎呦，医院没有人的，怎么锁着了？全部门都锁着了。啊，那么还剩两个门，这个是出口。就这么小啊，出口啊，这里是，对啊，出去啊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有一个人出来，有一个人出来，哎，不对啊。那去哪里？哎，那个门开了。OK， 进去看一下。谁来的那个？哎呦，医院的那个电力不足啊，开不到哦。哎呀，没搞我啊！哎，人呢？要突然间跳出来吓我，我跟你讲，一把烧给他死了我。哎，终于血迹的什么来了？这是尿床还是血迹？你有病！喂，这样就不对了啊！烦死了！听这声音，外面传来的声音，外面传来的开门的声音啊！看到这样的东西，你还不要出去哦，还在那边走哇！真的是，哎呀，我们真的是有够笨的不？哇，看到这种情况，你还不走啊？那是，如果要是我的话，我的脚要跟他打过，那是。不要瞎掰好吗？哦，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！哦，谁关了这个门？这个又开了哦！你还不走，那么讲来讲去，真的是。喂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！哎，走过去啊，喂！你跑过去追他啦，真的是啊！哎呦，还没慢慢讲话，怎么鬼呀、啊？这医院的事啊，转角将多的喂！哎，哦，我们可以选。OK， 我们选第一个。2 hours later。哇，这样丑的啊！哎，你快点走啦！真的是，哎，照片，你走啦！你真的是，你还在这边看来看去的哦。什么地方来的？我感觉会有东西跑出来吓我，你们信不信？我信你个鬼！哎，没有了。OK， 想太多。哎呦，这有个尸体哦！哎呦，能看他的头吗？看不到。哦，开不了，怎么没有人呢？这个地方，哎呦，哎，开不到，完蛋！哎呦！不要玩我啊！喂！哇，这什么地方这样？没声音啊！那是想太多。OK， 并没有。继续走，继续走。哎呀，玩这个游戏好像还玩多这样啊，那是。Are you sure about that？ 哦，他进去了。我们真的是很能，我们的脑真的是猪来的，我看到这种东西还不跑的哦。OK，
给他进去哦，很好，我们也要进去。Emotional damage. Emotional damage. Oh my god. 他掉进哦。你们掉井哦，妹，就来那边了。故意来的，是故意来的你。哎呦，好可怕哟！哎呦，真的好可怕。我回去了我的房间。啊，回来了。啊？出去。结束了、哦、游戏就这样结束了。那么这款游戏我就不是很明白它是在表达什么了，我只是知道这个游戏充满了非常多的 jump scare。 你有病，如果大家想要被 jump scare 的话，就建议你去玩这款游戏了哈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来个小铃铛。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哦，我不知道我玩了什么东西啊。